第九题，他问我们说，这些东西哪一些是属于聚合物？第一个是塑胶，塑胶是我们人工合成的聚合物。酒精，酒精不是聚合物，乙醇。葡萄糖不是聚合物，是葡萄糖会聚合形成纤维素或者是淀粉。丁，纤维素，纤维素是由葡萄糖所构成的聚合物。奈伦，奈伦是我们人类所制造使用第一个合成纤维，纤维都是聚合物。蛋白质，蛋白质是由氨基酸所构成的天然的聚合物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知道，我们这边的钾、丁、戊、己是属于聚合物。所以我们的答案呢，就要选择是 C， 仅钾、丁、戊、己是属于聚合物。